今天刚好有人可以来谈心。今天那个雨样让我超生气。管他，所以我现在让他封锁，我不想理他。有一群怪来了，你拖到往这边，我被打一下就快挂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没在讲，没在听了，我怕死了。请不要打钥匙哦。这生好精灵打钥匙的，最多惨，脑残，真的很像脑残。他怎么那么贴切取他的名字啊？阿云弟，我在想我怎么过哎，都过不去啊！有在哟，有，我好烦啊！这么冷。你在后面啊！我挂了，操！我今天遇到一个让我超生气的事情。那个水城的那个一个人，我觉得他，没有。哎，他不放哎！哦，算了，我直接冲过去好。很烦呢、欸。蓝，我今天可以跟你谈心了。Oh shit.你们在干嘛啦？打副本。好呀，不找我。要前置。好了，不这样前置。你今天刚好你上线，我会跟你谈心。今天超气。什么的？那个你知道雨阳吗？不知道啊。不是啊。你认识他吗？不是啊。你跟他熟吗？不熟啊。他，我觉得他双面的。我觉得他一下他就在水城哦，他自己跑来跟我讲说，他自己跑来跟我讲，说他们会长跟第七区合作。我突然一直想来了，然后结果你知道怎样吗？对啊。结果我这个，他虽然叫我不要讲，可是这件事情如果不跟酷乐乐讲，到最后真的开杀的话，那还不是迟早了，都要知道。然后我就把他偷在那边干。对啊，然后我就好了啦，真的是吼。然后呢？然后后来啊，我就把那个图片PO在那个 RC 群，对不对？把那图片我把它截图，可是我用把他的名字用掉，我把他名字用掉，所以他只有对话而已。等我一下哦。然后结果啊，熊梦的群有水城的，所以把这件事去跟水城的会长讲，结果水讲，结果呢？结果水城什么？结果我就觉得说，为什么水城的不跟我们讲，就是为了要领地，然后水城会长很奇怪。怎样？我就觉得非常气。
他去，就是他跟第七的合作，说要来打熊梦。嗯，那重点是那个水城会长知道是雨央吗？对，他知道，因为我把那个照片 po 在 LINE 群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说，哎，那个有人要水城跟那个第七的要来打熊梦，雨央，然后结果说，嗯，雨央就说什 么？你为什么？他就说什么？你为什么把我的话跟别人讲？你不要跑到听。那你在谁小丁有缺吗？啊？你缺什么？我说你有缺吗？没有。那进去，我在等你有缺，我在等你。哎，花花，你在讲你自己学生。等我一下哦。你再讲一次，我刚我妈在那边讲话，听不到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自己这边也很吵。等我一下哦。最讨厌你是选最清爽。真的。你那边也很吵哎、欸，真的。对啊，我这边很吵，真的。你在网咖、喔？没有啊，不是吧？应该是小鸡人埋人吧？然后雨央在说什么？雨央就骂我说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话跟别人讲？他说我不是跟你讲过不要跟别人讲吗？我说你确实有跟我讲过。不要跟别人讲，所以我截图的时候，把他的名字用掉。然后你可以有空可以去看那个的 LINE 熊梦的 LINE 群，我就破了熊梦的 LINE 群。我看一下。Oh God， 他没把怪拖走，真的实在是。对，我觉得要把怪拖走比较保险。我有回音呢，我气急要疯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回音吗？不是，应该是小鸡的。不是他，是那个小小鸡，你要拖小鸡要去打二王哎。不是啊，我是说小鸡的麦有回音。我在哦，我觉得我打这几场花超凶的。盖亚。没有，没在画盖眼，盖眼都被。你们那台有补师吗？有。我好想打哦。你应该打不了。你把装备弄好就可以来。你可以打啊，我有打过扭曲。没有用。真的假的？打过了。你没看到我一万多的榜，一万七的榜也没用吗？那个是技术的问题。这不是技术问题，不是哇！这拖得太散了，天哪！真的好累哦，真的这些小怪真的很烦。就是你要闪掉，你可以边恐边跑，边恐边跑没有用，应该可以吧？因为我之前也是边巨炮边跑。那是你巨炮够快啊！你就是你施法，就是你把你施法弄起来。拜托，我施法已经够高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是你仇恨值调太高了？你们仇恨值？就后来那个女人就骂我，为什么会有仇恨值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是这个图的，他无视，我觉得他无视防御。雨央就这边传语音讯息给我说什么？你为什么把我的话跟别人讲？我说我这样应该不算跟别人讲吧？我只是把这段话截图给别人看，而且我还把你的名字用掉，我还尊重你的隐私，我把你名字弄掉。然后他就在那边辩跟我辩说什么？